把他收入府中只是为了让他有个容身之所。你只要相信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哎呀，你搞什么神神秘秘的？你要送我什么？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说是海外来的水晶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快给我戴上。好。那个老板说啊，这个水晶还有一个别样的寓意。什么寓意啊？一生一世，一双人。谁说是一双人？不是还有温姨娘的吗？你为什么会娶她？我就知道你早晚会这么问的。我与温姨娘，我与温婉，其实没有婚书，没有聘礼，并不是真正的夫妻。把她收入府中，只是为了让她有个容身之所。至于具体原因，你就别问了。你只要相信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好吧，相信你。小姐。小姐，我要见千莲雪。是，小姐。雪小姐，你来了，快坐。啊，雪小姐，你还记得你要帮我一个忙吗？啊，记得。你说这大夫人最近真是风光无限啊，备受侯爷宠爱，就连这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，真是羡煞旁人。温姨娘，你想让我做什么呀？我听说在城东的黑市里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药，这种药一旦入到体内，就会让人浑身抽搐，难以自控。抽搐？嗯。温姨娘，你要让我害人？对不起，温姨娘，这事我做不了。你弟弟的命重要还是聂桑榆的命重要？来，坐回来。